来吧，兄弟们，八爪鱼在进洞之前都会用爪子试一试这个洞到底能不能进。但是这只八爪鱼呢，好像想脚踏两只船了，不知道要选哪个更好啊。有的老铁进来就给你双击了，有的老铁进来就跟他要他也不给。海边现刨的蛤蜊，找出来洗干净，放在海边洗一洗。准备一口锅，烧开水，海鲜直接下进去。哇，好像有点烫啊，什么都不用放，等它开锅就好了。就要原汁原味啊，加几块石头，更有海的味道。慢慢张嘴啊，就可以吃了。有个老铁发私信跟我说，如果你能让八爪鱼啊这样子钻进一个洞里的话，我就反手给你一个双击。今天我给这个视频录下来了，大清早的跑到市场上买了两条啊。这个老铁在不在？反手给我捞一个双击。老板鱼哈，这种鱼特别好吃，可惜死掉了哈。有喜欢渔民生活的哈，加个关注哈。